上察隅镇西巴村是察隅县唯一的洛巴族聚居村，独特的洛巴民俗文化和优美的原始森林自然风光，为村庄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在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上，西巴村的村民们将传承和增收并进，努力创造着更加美好的生活。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传承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西巴村也开始行动起来，在建立民俗展厅、收集民族特色服饰、设立民族服装加工厂、学习民族编织技术等方面下足了功夫，致力于打造一个文化传承与经济增长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察隅县唯一的洛巴族聚居村，为了更直观地宣传介绍洛巴族的独特民俗文化，市文化广电局派驻的第八批驻村工作队，在村两委的协助下，于2019年12月建立了西巴民俗展厅。我们收集展示了洛巴族的民族服饰、生产生活用品。走进西巴民俗展厅，各式各样独具洛巴族特色的服饰、生产工具及狩猎器具显得格外新奇。这对于土生土长的西巴村党支部书记米古勒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米古勒逐一向记者介绍这些物件的名字、特点、由来、用途。这是我们伊都妇女的专门土方发型上插的一个数字。这是女性的耳环，这是我们叫 Lhoba， 这是蹦舞布。这些曾与洛巴族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已不再具备昔日的用途，只能静静地躺在展柜里。但是，它们作为历史的记忆，被妥善保存，等待着以后能被游客们所认识、观赏。所谓古韵金辉，这些老物件依然以现代方式展现自己的光芒。为了能让洛巴族的特色民俗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并走出一条文化促经济、经济促文化的发展路子，七八村村民集思广益，积极探索。在村两委的带领下，村民将象征洛巴族的特色花纹镶嵌到日常用品上面去，走进广大消费群体的生活。虽然这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尝试，但是大家坚信洛巴族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会得到市场的认可。垫靠背呀、还有枕头啊、包包啊那些都，在我们想还有想，如果行的话，多变几个花样啊，再开始学嘛，自己学会了变的时候，再开始学那个变那些花纹啊那些。嗯。在花纹学会了的话，那可以变其他的，我们洛巴服装啊那些的话，花纹很多嘛。远的有人有些要留纪念的那些会要需要的，那我们也可以买。在我们互相我们村里面的还有邓人啊那些都会需要这些手工方面的，在那些地方也可以买。在西巴村，除了独特的民俗文化以外，古老的义都语也是村里独有的符号。西巴村的洛巴族历史上称他们为义都人，世世代代使用义都语。为传承和保护义都语，米古勒积极配合国家语音采集和研究工作，多次参加国内各大语言学研究会议及活动。2020年，米古勒被授予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奖。拍摄接近尾声时，西巴村民族服饰加工厂里的妇女们编织布，便用义都语唱起了一首古老的义都民歌。随着那优美的歌声，他们的记忆回到了遥远岁月，那洋溢在他们脸上的笑容里透露着如今幸福日子带来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对未来更加美好生活的期许。近日，自治区政协常委、社会法治外事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孙永平带队的调研组深入朗县调研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工作，市政协副主席战堆陪同调研。
调研组深入朗县仲达镇仲达村、仲达工业园区、洞嘎镇政府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等形式，对朗县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进行了详细了解。调研组指出，朗县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村民自治、村务公开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并要求朗县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区党委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的执行力，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工作取得实质性的成效。